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中国政府如何应对猴痘疫情的挑战性措施。为了防止猴痘疫情传入，中国官方现要求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的人员在入境时必须申报健康状况，特别是如果他们曾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等症状。此外，来自这些国家的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和物品也需按规定进行卫生处理。这一公告由中国海关总署于8月16日发布，有效期为6个月，目的是迅速发现并阻断任何潜在的疫情传播。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将猴痘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系列措施展示了中国在防控公共卫生风险方面的高度警觉和周密部署，并呼吁全球合作共同应对这一公共卫生挑战。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炎热的夏季正悄然逼近，全球各地的旅客纷纷涌向机场，踏上他们梦寐以求的假期。然而，隐藏在这些热情洋溢的旅程背后，是一个令人忧心的公共卫生挑战。为了防止这场疫情蔓延到中国，中国当局迅速做出回应，要求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的人员在入境时必须进行健康申报。中国海关总署在8月16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公告，明确说明了新规的细节。这项公告的有效期为6个月，目标是尽可能及时发现并阻断任何潜在的疫情传播。凡是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或地区的人员，如果曾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包括发热、头痛、背痛等症状，应主动向海关申报。海关人员将根据规定程序采取医学措施，并进行必要的采样检测。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据路透社报道，自2023年1月以来，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了超过27000个猴痘病例，并导致1100多人死亡，受害者大多为儿童。当疫情迅速扩散至周边国家时，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8月14日宣布，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的迅速反应并不仅限于人员的健康申报，公告中还提及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的交通运输工具、集装箱、货物和物品，如果被污染或有被污染的可能性，也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卫生处理。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显示了中国在防控公共卫生风险方面的高度警觉和周密部署。这种严格的健康管理政策，不仅是在防止疫情输入中国境内，同时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压力的回应。猴痘作为一种罕见但高度传染的病毒性疾病，给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高感染率和严重的症状使得各国不得不采取严厉的应对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在疫情的阴影下，许多旅客的旅行计划也因此被打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商业人士约瑟夫·卡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原本计划前往中国洽谈一笔重要的生意，但因新的入境政策，他不得不推迟行程。卡伦说，虽然这对我的生意有影响，但我理解并支持中国的防疫措施。这不仅是为了保护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而在中国境内，从机场到城市、社区，防控工作也在进行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刘丽又丽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加大了对入境人员的检查力度，特别是来自疫情高发地区的旅客。还说，每一位入境旅客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健康筛查。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措施，确保疫情不会在中国扩散。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媒体的角色也显得尤为重要。新华社、人民网等中国主流媒体纷纷发声，呼吁公众提高警惕，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同时，国际媒体如 BBC、CNN 也持续关注疫情的发展，报道中国的应对情况，向全球传递信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及时了解最新的疫情动态，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北京市民赵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每天都会关注新闻报道，了解疫情的发展情况。虽然疫情让人感到担忧，但看到政府采取了这么多措施，我还是感到很安心。随着猴痘疫情的不断扩散，全球各国都在加强防控措施，以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挑战。在这个关键时刻，每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共同抗击疫情。从政府到普通民众，从国内到国际社会，只有通过全方位的合作和共同努力，才能早日战胜这场公共卫生危机。
中国的防控措施无疑是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一部分，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各国的合作与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只有通过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共同应对，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全球健康挑战。正如 WHO 总干事谭德塞泰罗加的 Hank Bryce 所说，面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中国的防控措施不仅展示了其对公共卫生的高度重视，也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每个人都应意识到，个人的健康和安全与全球的公共卫生息息相关。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积极配合防控措施，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在未来的日子里，随着防控措施的不断升级和完善，相信全球各国能够携手同行，共同应对这一挑战，疫情终将过去，阳光依旧灿烂。希望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全球公共卫生体系能够更加完善，世界能够更加安全和健康。在猴痘疫情的阴影下，防控措施的实施不仅是对疫情的有效应对，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重大考验。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团结，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各国能够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